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 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喺会嘅现场，见到佢就同睇紧 live 嘅观众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系 Scarlett 黄心美。Hello， 大家好，我系 Hilly 陈远希，亦都同 live 嘅朋友仔小星马老师，欢迎你哋喺度睇紧啦。咁咧，好多人就话四十岁咧就系即系标签咗，就话中老嘅咁样嘅。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咧，其实佢哋都好辛苦啦，又要照顾小朋友啦，照顾家庭啦，同时亦都要出去做嘢喎，系咪先？唔係，但係其實都有踏入四十歲嘅女人，佢哋人生嘅閲歷豐富咗之後，其實面對所有嘢都鬆容咗，好似你咁啊，活得優雅自在，然之後時刻散發住嗰種成熟女人嘅魅力。你好快都知㗎啦，我好快，我而家未 feel 到，但係就㗎啦，係啦，就㗎啦，係。咁但係咧，當然步入去四十歲嘅人生咧，雖然可能話即係之後點樣發展就未知啦。但是對於今天即係參加了比例四十度 D 四十位的參賽者嚟講咧，呢、這個肯定是他哋人生其中一個非常之重大的決定。係，我哋作為節目主持咧，其實當初睇住一班參賽者嚟面試啦，之後接受了一連串的訓練啦同埋考驗，咁啊有啲人被淘汰，有啲人繼續留低，成個過程咧都係有笑有淚，同埋有很多 moment 咧都令我哋感受好深嘅。係，咁但係當然咧，節目就唔係淨得我哋兩個主持嘅，咁啊仲有我哋兩位 partner 咧。請埋佢哋上嚟先，有請，係啦，阿雪、孫慧雪同埋 Vivian 劉明熙 ，Hello， 好啊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係傾下偈先，好啦，究竟都大家啦，因為都係四十咯，都係咁美麗咯，咁唔係我接個接啊。我們一起去 Albania 那裡拍了一個旅遊節目，我知道一定是拍攝過程會很開心，所以會接錄。不開心嗎？原來你是真的，我不拿出來說。那為什麼你接啊？我覺得是監製不喜歡我。為什麼？因為呢其實應該即我就未到四十歲的嘛，快了都你啊，你真的低了，我要澄清，很多人見到出來都立刻走來 message 我說你到四十歲嗎？為什麼參加這個節目？參加呢個節目啦，我係幫呢個節目做主持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佢係歸納咗我落去呢個 category 度。同埋我覺得你生得老積啦，係啊，謝你幫我哋拉低個 curve， 係咪啊？係，我都覺得係我個狀況因為咁，但我都好開心，即係同幾位合作好開心嘅，係真係。都話唔開心咩？嗬，最頭先講。喂，咁但係即係當然啦，都要講下嘅。有冇話喺從參賽者身上有啲咩得著先？睇法啦，或者咁講啦，好大啊！因為咧，我本身以為四字頭生完小朋友咧，可以唔係可以唔使 keep， 即係覺得 keep 唔到噶嘛。咁你知佢哋淨係當頭棒喝喎，即係有啲又嚇多過生多過我喎，跟住可能大過我，但唔知點解 fit 我咁多，咁令到我要不停去鞭策我自己咯。嗯，係你鞭策你自己，鞭策係啦，做係啦，同埋保持健康咯。活到幾多歲都好啦，咩平凡事認真做就係好吸引咯，我覺得。係，即係你見到一陣，總之你哋見到你一部機，你就明點樣認真做法。係，唔使一陣啦。係，而家係啦，請第一組。好，人妻母愛組，歡迎。邀請佢哋出嚟。掌聲好唔好啊？Hello。好工人姐姐真係親手湊大佢哋嘅，非常之厲害，非常之厲害。Lori 咧 ，Hello， 我係人稱嘅河馬，差唔多年紀嘅。我都諗緊啲河馬，河馬嗰個年紀係咪？係。咁我自己從事旅遊業嘅，咁我有兩個小朋友。
非常之厲害啊！我哋見過佢嘅表演，大家到時甚至幫佢有掌聲，聽到佢眼睛光闊，係即刻有掌聲咁搞笑嘅。好，下一位 Kiko。Hello， 大家好，我是彭方婷 Kiko， 我是一位唱菜姑娘，亦都係一個 part time model。我是一位人妻嚟㗎啦。不過大家記住，我哋喺節目裏面咧都唔係叫做 Kiko， 叫彭姑娘。係，唱嘅因為佢個姑娘形象真係會好出，大家到時一定要留意。係啦。Hello， 大家好，我有兩個小朋友嘅人妻 Vicky， 咁啊，我係社福界嘅朋友。係。俾啲掌聲啦！因為其實咧，佢哋即係大家到時睇節目就會知道佢哋嗰個人妻同埋母愛點爆發出嚟嘅，我覺得係。而家同我哋另外亦都有一位參賽者，都係生咗三個小朋友。阿雪，你可以考慮一下生多個，同佢哋 battle 啊！係，我已經輸咗啦，所以唔會考慮生多個。應該好嘅。好，咁我 thank you 曬呢組先，唔該曬。唔該曬。都會請下一組嘅，就係魅力美型組啦。咁啊，睇下咧，究竟邊幾位嘅家係咧會上嚟同大家見面嘅喎？魅力美型組即係點啊？有魅力。又美麗又型，又有體型。好，好，陣間即刻上嚟啦！身材正，我哋上嚟啦！有請你上嚟先，同大家見到未？好，你睇下佢哋個個都露腰。見唔見到個美型喺邊度？哇！好請，又請。睇下幾多？我即刻都要縮一縮個頭先。係咯，係啦，我都要。我著啲長袖，我頂唔順。繼續。介紹下自己先。好，大家好啊，我是瑪麗瑤 Kayla， 咁咧我係一個專業化妝師啦，亦都係 KOL。咁咧我喺台灣咧，台灣咧都係開火鍋店，亦都係一個台灣火鍋店嘅老闆啦。咁如果大家有嚟台灣嘅話咧，就可以揾我食火鍋啦。哇！勁啊，老闆啊！即係要講下，因為 Kayla 係特登喺台灣翻嚟香港，其實佢定居喺台灣嘅，所以佢係成特登翻嚟香港參加比賽啊。所以多謝你嘅參與，非常之好。不過仲有少少補充。台灣家嫂味好濃，我成個節目都係咁不停同佢講，美觀千年起就果如，我成日都唔記得咗佢係香港人。我有一次都係咁同佢咁講，跟住佢就同我講，其實我喺香港出世嘅，但佢有少少唔記得咗點講廣東話。係而家講嘢有啲，佢嫁咗去太耐啦。OK 嘅 ，OK 嘅，大家即係聽得明，聽得明，聽得明。Tiffany 繼續啦。Hello， 大家好。咁我自己係一個排舞師啦，亦都係一個 influencer。咁我自己今年出咗自己嘅第一隻新歌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首歌叫咩名字啊？我只歌叫《更新向上》。耶！好，下一位。Hello， 大家好，我係 Sophie。咁我中文名叫做曾甜思啦。咁我諗應該我嘅手臂嘅紋身係最多嘅。哦，係啊係啊，因為佢會經歷一個挫折咧。就會紋一個新的殘超喺個手臂上面，代表我自己重新企翻起身啦。哦，仲有冇位啊？隻手其實，我淨係俾我嘅右手去紋翻我曾經經歷，我嘅左手係我嘅 family， 係啦，所以係冇條件。到時佢喺節目入面都有講解下自己啲紋身，大家到時睇下就可以知道噶啦。但係好笑，而家健身阿 Sophie 我都諗起阿雪話，佢係一位靈魂治療師。所以咧，我係成日咧都會有少少咧，唔敢太多，因為佢望穿我。到時咧節目出街，你哋就知道。佢會睇穿你靈魂，都係睇穿你個心。係啊，兩件係相連嘅，相連嘅。雙連好。咁阿 Bell， Hello， 大家好，我係阿 Bell 曾海林。咁我係一位紋繡師啦。咁我亦都開咗自己間鋪頭，同埋有我嘅教室啦。咁我係曾經係一位唱作歌手嚟嘅，有一個歌手夢嘅，所以係。好。要唔要唱兩句？好啦 ，OK， 冇得嘅 ，OK。下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係吳寶兒 Connie， 我係一個喺幕後唱咗九年嘅 demo 歌手。咁我今日想為自己勇敢一次，走到幕前，唱歌俾大家聽，多謝。Thank you，Connie。Thank you。
Conny 嘅轉變都非常之大嘅，係啊，所以到時大家睇下就知。我覺得其實個節目入面即係除咗外形上嘅轉變咧，性格上都令到佢哋改變好多嘅。咁呢個我哋賣下關子先啦，到時睇下就會知道噶啦。嗯，不如你企埋嚟啊！我喺度要有咩睇到你？我問你先，我哋企後面邊個得？我哋啦，困到嘅，我哋有請完美體態組。而家仲要企喺阿 Conny 隔離添啊！我條腰擺邊咧？你話仲揾個遮住？我企對隔離啊！你啊，你啊，你啊！好，介紹下自己先。Hello， 大家好，我係 Conny 周亞韻，我係一位健身教練同埋兩個小朋友嘅媽咪。邊個話四十歲嘅女人一定係肥師奶啊？我有腹肌，我有二頭肌。Yes， 好嘅。我想講佢教過我哋幾個主持跳舞，跳到咧，係我係喘氣啊，跪低啊，我唔係跪低，佢話健身係一個畢生嘅事業嚟啊！佢最近去咗台灣五日，跟住用咗幾多日去減肥啊？十五日，冇誇張。好，繼續先。Hello， 大家好，我係姚慧如 Heidi， 咁我係兩個小朋友嘅媽咪啦，咁我女女今日喺上面。遮住一邊膊頭咁樣啦，其實嗰啲肌肉係非常之強健噶，佢係個手臂出嚟，係應該好勁啊！係啊，講以為睇緊 physical 運動場，係真係有呢個感覺啊！好，我哋下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係先迪陳雅慧，咁我做緊唔同嘅工作啦，包括我係一個演員，同時間都係做緊木偶戲嘅主持同埋木偶師，咁另外我亦都係個健身教練。家老師同埋普拉提老師噶，請多多指教。所以佢個身份好，是想俾你教啊！我都想俾佢教，係啦。係咪做佢木偶啊？好，下一位校長。Hello， 大家好，我係文子玲校長 Melody， 我係一位老師，我教嘅係鋼管舞同埋經營 social media。最近我仲開始咗我學習玄學好耐嘅一個諮詢。係幫人算命同埋睇風水。我知你同阿劉明軒周扮成，係咩？我一齊幫人睇紫微斗數，係咪啊？係啊，一齊睇，一齊睇，係我哋 battle 有呢個，我哋唔好淨開間鋪噶啦，佢哋可以應該嚇。好，咁啊 ，thank you 曬呢一組先，唔該曬。你好，你好 ，thank you。點解 title 咁勁啊？同我哋差唔多，係咩？爭飯食嘅同我哋係啊，口才都得唔到喎。係咪啊？即係要誒嗰啲好似係啊，我要考驗腳嘅題目，先介紹咗自己先，介紹自己先。Hello， 大家好，我係 Vivi 温潔薇，我哋之前係一個化妝師，今日點啊，著到咁色彩繽紛啊，同大家一齊捉緊暑假嘅尾巴啊 ！OK， 好，我想話咧，呢度有寫咧，你就有參加過 BTV 嘅節目《隱形人》，又拍過。好講宵夜喎，嗰個唔係我係咪？係啊，嗰個係你拍㗎嘛，拍隱形人嘅。你係拍咗啲乜嘢啊？其實上年咧，BTV 入面有一個節目叫做《隱形人》啊。如果大家想睇我嘅真性情，記得上翻我哋嘅 Apps 度睇翻啦。然後仲有幫我哋個 Apps 一齊。仲有我咧係中意煮嘢食嘅，我咧就係用一個中粉嘅身份煮嘢食俾希蓮食。係，佢真係有幾個面上嚟嘅，同埋佢而家仲好努力咁。經營自己嘅美容事業嘅，我知道。係咪啊？你講下。我咧啱啱喺拍攝嘅空檔時間啦，好快速咁係四日內去咗韓國，進修一個好新嘅美容技術啦。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嘅話，亦都可以咧透過 BTV 撳入我嘅 IG 度睇翻都得㗎。好犀利啊！你真係想宣揚自己咯，年輕美學情緒嘅地方喺度講呢啲説話。Hello， 幾位主持人你哋好。Hello， 朋友大家好，我係 Giselle 林慧善，大家好。咁我係一個專業嘅司儀啦，一個小主持人。
啦，亦都係一個演員。咁最重要嘅一點，我相信呢樣係我咁多個女仔我可以認下 like 嘅，就我應該係咁多個女仔入面最好打嗰、那個。咁我而家亦都係一個 MMA 格鬥比賽運動嘅 founder， 大家好。但你真係好想做主持同埋司儀係好想，其實我真係覺得你好需要你㗎。如果喺度真係扮成可以再打女，我覺得你嘅形象，我都好喜歡，我覺得你係可以，我都可以，我可以保護下大家，係一個強悍嘅，即係想小女醫人拉住你嘅嗰種感覺。誒，我覺得強悍係咁噶，係你伸手嘅，係真係好期待，非常之期待。但係我覺得強悍係喺外面嘅，我一個巨蟹座啊嘛，咁啊有個堅硬啲嘅外殼啦。但其實我內心係啊，你到時睇到佢係咁喊噶啦。你內心係咩話？內心小面樣？係啊，內心都係小面樣嚟嘅。我是一個全職媽媽，我有三個仔仔，非常之犀利啊！佢日嚟挑戰你啊！唔係我有有，我輸咗個都話我輸曬㗎啦，已經。所以犀利啊 ！Yolanda 其實可以去人妻網開組喎，但佢又嚟呢組喎。係，咁佢分開，係因為佢太聚焦啫，係因為佢口才亦都非常好咋，所以就即係應該要歸納佢嚟呢一組多啲嘅。同埋又係咧，睇我哋嘅節目會明。點解用咧就會編入嚟呢一組度？係啊，你睇下就會明㗎啦。睇就會明，而家唔講咁多齊。同埋我見你參加過好多比賽都係咪啊？其實我真係唔係參加咗好多比賽，個歌唱比賽好多歌唱比賽，加電台嘅歌唱比賽你都參加過，跟住呢個新秀亦都參加過，所以你到時係咪會剪歌喉啊？喺節目入面唔會。我哋幾位都企埋一齊先。